先去整理我的床。快去。在厕所啊？没有，我不会睡这里啊。我等下就直接爬了床上。Kick 干嘛了？你要干嘛啦？不是我，我没有棉被。你躺着，你躺着。那么热。我跟你讲，你躺着，你躺着，我教你。好，不要了。不是你算了，我不要。不是你先躺，你先躺。不是，因为妈妈说啊，妈妈说不能着凉，说哪里肚脐，所以我等下会借你一个袜子，等下会借你一个袜子，等下就这样盖着肚脐，肚脐不要着凉，都不会感冒。我妈讲的，真的，你可以去那边睡了，不然借你两件。因为我觉得偏恶心哎，因为我觉得偏恶心哎，不会恶心，这除臭袜啦 ，OK 的，不会臭。你赶快去啦。没关系啊，两件就好，去。我还带，你就带着去啦，不要客气，会。就算我要睡这里，我也不会用那一双袜子，我自己还有带。你还好，小子。还你了。他们很吵吗？尤其 Kim。不会啊，他很斯文啊，他都没什么话讲，他挺好的，像女孩子一样。反而是你说他话很多，那个黄色的物体话更多。我就是 Kid 啦，你搞错吗？台湾，你是 Kid， 你是爸爸，我是 Kid 啦，你是 Kid， 你是爸爸，我是博伟，爸爸，博伟，你是 Kid 吧？我是 Kid， 有胡子的是 Kid， 对，没有胡子的是爸爸。